还是没有村民在这里唱歌啊。可恶，我都已经做好一个舞台的说，什么时候才会有人来唱歌嘞？哦，哇哦，我们戴维在门口那里不知道在喝什么。哎，我们的服装店也太漂亮了吧！你看那件衣服，好好看哦，感觉可以送给村民穿呢。奇怪，都没有看到蚕呢，好想抓蚕哦。我听到有蚕的声音哦，在这里，就是你了，就是你了。哟，哇，我的第一只蚕呢，熊蚕，好可爱哦。好像还有听到蚕的声音，没有，你没有听到。该不会可以摇下来吧？哦，没有，在那里，你们看到吗？那只蚕。有蚕，没有，还是想要玩这样子。这只一定要抓到，好像跟刚才那只不一样。哦，斑透刺蚕。啊啊！那只跑走了，颜色不一样的。我觉得那只是飞图鉴里面的。哎呀，哈哈！你在研究虫子吗，戴维？今天过得如何啊 ？Yes。啊，夏天的游民为了让现在这个瞬间成永恒，我要把这幅景象收进内心的相簿里。Yes。好，就慢慢看吧。可恶啊！现在抓到了穷蚕跟斑透刺蚕，还有几只蚕没抓到。但是蚕穗怎么都从昨天到今天都没看到，奇怪了。嘿。哎，光雄在外面呢，他在看虫吗？有撞球！哎，等一下，我身上只有2000多块，买得起吗？等一下，来看一下这个糖加牛奶，500块，我还买得起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晚点再来跟你们买，拜拜。光雄。Hello， 卡蛋前辈，谢谢你找我聊天，我来找你啦。今天的天空看起来好像不会下雨，不知道太阳公公跟月儿开不开心。卡蛋前辈，听说你昨天花了很长一段时间享受岛上的生活，哎，你做了什么啊？如果好玩到会忘记时间，希望你也可以跟我说。我跟观众一起抓七月的虫，超开心的啦。哦，你看那套衣服超好看的啦，待会一定要来买。我们先去做正事。蚕，你看到吗？啊，被虫了，可恶，讨厌，气死我了。哦，你什么时候有利用真造字的东西？哇，这是我上次送给他的茶壶，茶具终于放在桌子上。哟，卡大林过得怎么样啊？我们聊一下吧。哎，我突然觉得肚子饿了。如果现在要吃东西的话，你觉得要吃什么好嘞？嘿。爽口的吧？啊，你现在不太饿吗？看肚子饿不饿再决定要吃什么，你的判断力还真优秀嘛。我年轻的时候就算肚子已经很饱了，还是会狼吞虎咽，常常动弹不得哦。好啦，拜拜，嘿嘿。天哪，利勇跟赵芝的合照串遍了我整个岛上的岛民，好可怕。我们去抓虫，虫虫我来啦。有虫吗？我真的觉得我的养虫场弄得太小，因为当初这只是要做成果仁而已。诶，戴维在这里做什么？有虫，我要抓咯。戴维，你注意看哦。哦，哇，他帮我拍手。深山究其虫，又是你。你有没有看到夜竹节虫？也有，超恶的啦。
哇，大家都在果园，哎呦，有蝉有蝉。大大，等下你手上拿的该不会是雪糕吧？可恶，都不请的。我刚才看到，今天有若兰，他待会要去买地毯。哟，过得怎么样啊，关节？今天正式的散步，还可以跟你聊天，连我的心也放晴了。这么说来，你知道吗？又浓又甜的蜂蜜，好像因为成分跟含水量，所以不会腐坏。嘿，真的假的？不过啊，我不喜欢吃甜食，所以跟我无关啦。阿邦超喜欢看书的，什么都懂。哼，那是蚱蜢吗？抓到蚱蜢了。阿邦，好悠闲哦，这边乘凉啊。反正现在没有什么事，在想到做什么事情之前，就先在这边放空吧。好啊，卡大宁，你还真有精神，我站在这边休息啦，关节。好可爱。我们来吵波达吧，他在睡觉，待会他被虫子一吓，可能就会吓醒吧。我在想。啊，不好意思。你好，卡丹琳，欢迎来到幽冥博物馆，请问找我什么事呢？哦，我要鉴定虫虫了。不过这样，那么你要捐赠什么呢？我真期待。哦，超多虫的啦！来，哇，你是拿那么多来啊？好的，那我就收下喽，十分感谢你的捐赠。哦，所以一次拿很多的话，它就不会显现这种东西。如果想要看到博达被吓到的样子，就是得要一只一只的卷整，像这样子。嘿嘿，哦，夜竹节虫啊，没事，什么都没有。那么怎么样呢？你还是希望听我解说吗？嘿，请解说。你要听啊。那么，夜竹节虫呢，是一种草食性的虫子，无论雄性或是雌性，都虫如其名，具有类似叶子的外形哦。特别是雌性尾抓的相似度比雄性更高，就连叶子上稍微有点点枯萎的褐色部分，都能精致的重现出来。哦，这么厉害！据说啊，有时候是因为伪装的太像而被吃叶子的虫误咬了呢。不过啊，它伪装的那么像片叶子，万一我又不小心误触的话啊。想到就觉得恶心。好啦，就先这样子，非常感谢您。好爽哦，吓到博达了，我觉得我像变态，吓博达那么开心。嘿嘿，那这样剩下的虫子就可以拿去卖了，对不对？走走走，我们去卖虫。哇，有蝴蝶，好多虫的感觉。这个地方树桩上没有任何一只虫。哇哇哇哇哇哇！我要买虫了咯，不晓得多少钱呢？卖了虫应该就有钱可以买那些东西了吧？不要跟我讲说那些东西太贵。聚焦型虫，来，通通交给你。恭喜糖，好哦，两万多块，不晓得是哪一只很贵。不错不错，我有钱了，围棋桌1800，很便宜。来啦，居然还有撞球桌，也可以给我们的岛民玩。多少？我钱不够，可以买吗？哼哼，都不让我贷款，可恶！等着瞧，下次一定要跟你们买。哦，没有，那是日虫的花金龟，吓死了！啊，我又赶走了一只虫子啊！可恶，都跑太快了。嗨，你现在有在锻炼身体吗？太好了，活动身体真的很舒服哎，深蹲100次。太累了吧，100次，哇！我顶多才50次就已经不行了。哎呦，中华剑角虫好吗？哎呦，它跳好快哦，该不会是蚱蜢吧？哇，你看，我等一下把你抓起来看看你是谁。中华剑角虫，我就知道。
鹿有救心虫哎。就是你啦，居救心虫。哦，这只好快哦，你看它大声哦，这是什么蝉啊？油蝉，油蝉的声音好大声哦。我们阿邦睡着了，可是蝉在他后面都不知道。斑透刺蝉，哇，宝石金龟，哎，把你吓跑！光雄也在这。Hello， 今天天气很适合散步哎，对啊。哇，你变得很会捕虫哎，卡丹前辈。我常常看到你拿着捕虫网走在路上，所以想说你应该很喜欢抓虫吧。嘿嘿，今天就是抓虫日啊。待会在这里休息。啊，抱歉，我刚刚和大自然融为一体了。哎呀，把你吓走，夜蛛节虫。嗯，我听到蝉的声音了，在哪里？哦，真的，你看。熊蝉，戴维旁边有一只，你看，你看，我感觉是油蝉，但是还是想抓。哈哈，油蝉，那数量真的超多的。啊！把你吓跑！嘿，我们要见面啦，太好了！我看你最近抓球技巧好像进步很多、啊，虽然你拿着捕虫网时好像也开始有点样子，但我觉得你可以再练一下你的红二头肌，它叫我锻炼身体就对，这样抓虫会更厉害吗？嘿咻！大家好像在讨论你昨天在玩，大家好像都在讨论你昨天在玩。大家好像都在讨论昨天在岛上玩得很愉快，是发生什么开心的事吗？挑战新的健身方法，哈哈，我在抓虫啦。哼，我等想要看一下虫子近距离的样子。哎，按错。看到吗？好近哦，近距离的虫子。吼吼，小笨虫。哇，今天战利品超多的啦！
好大、哦。亚历山大凤蝶。啊，寄丁虫跑掉了，没有，那是那个什么蝉的，琉璃星天牛。哇，这只真的飞很快。啊，回来！哦，抓到了，太好了！彩耀霞蝶，飞得超快的那只蝴蝶。我身上有钱吗？好像还够钱。我给你买个地毯，哇，大中小全部都买啦！先买地板好了。希望能买到好的地板。哇哦！他说你一定会着迷，觉得紧张刺激的。嘿，等一下，哎呀，土壤地板什么东西啦？哎呦，我不要土壤地板啦！哎，买个壁纸。纯硬壁纸哦，还有这种。那我买大的。啊，不行，你的口袋满了。哼。哦，原来如此啊。还有赠品要给我。那不如我们直接去博物馆一趟吧。娟娟。哦，你在睡觉啊？被吓醒，好可爱。哇，抓到好多虫子哦！这次交给你吧，这次就不吓你了，一次拿给你多一点。拜拜。哦，宽容哦，这次不下波打，这样子就宽容。啊，找到你了，我要来跟你买地毯了，还是买中的好了，给你。哦。哦，送到两张了。纯硬壁纸、土壤地板。哦，找到了，在这边。自然生木板、木甲板地毯。哦，就类似海盗的那种东西吧。走吧，走吧。今天好像抓的差不多了。啊，什么事？我想到你的新绰号哈，虽然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，你愿意听听看吗？什么绰号啊？你觉得超级咖蛋怎么样？这是什么绰号？好啦，嗯，可是我有点不喜欢，我喜欢你叫我咖蛋前辈，但是他会生气吗？啊，我不喜欢。这样啊，那我再想想看其他你可能会喜欢的好了。好啊。拜拜。哦，你在唱听音乐哦，好可爱啊！你要不要唱歌啊？这里有麦克风啊！不要跑走啊！吃饭了没啊？大家都在讨论昨天，大家总在讨论这个，没有新的健身方法，就是抓虫而已啦。
把地灯放在那里真的很不错耶，多亏如此啊，就算到晚上我也可以在灯光下确认肌肉的紧绷程度了，太感谢你。哎，今天怎么没有看到苹果啊？苹果是不是不在家？哎，对，我出去一下啊，苹果，可能不知道确认哪里吧。嘿，苹果会去哪？有蚕。啊，不要跑，不要跑，等我拿冲浪。啊，跑走了，跑走了。哎呀，气死我了。哼，这里有，可恶！哎呀，又跑走，气死我了！哎呀，有两只啦！哎呦，可恶啊！好不甘心哦！啊，不要跑，不要跑！你是蚱蜢对不对？只有这蚱蜢会跳这么慢。不要跑，不要跑，不要跑，不要跑！哦呦，抓到了，抓到蚱蜢了。蚱蜢比中华剑爪蝗还好抓哎！哎呦，超大的耶，这只！是不是我抓过它了？哦，对，深山旧井虫，怎么都是这只啊？从昨天晚上就一直狂抓到你，可恶可恶！没有别的蚕之类的。我剩下两个了啦，蝴蝶，哼，又残了。什么？熊蚕？我一靠近他们就不叫，你知道吗？斑头刺蚕都知道有人要靠近抓他们，超聪明的啦这些蚕。跑走了，你在钓鱼。我可不想空手而归啊，加油加油加油，帮打气。哇，今天大家都出门呢。啊！我刚以为我手上拿捕虫网，结果一冲过去，蚕就飞走了。我没带捕虫网啊。哎，苹果原来在这儿，我刚想说他去哪里都没看到他，原来在这里买衣服啊！哇，好漂亮的衣服哦，感觉可以送给岛民。哎，苹果正在看我画的衣服，哎，他要买吗？来买衣服呗，虽然我现在身上只有1000多块。哇，这套好好看，我喜欢这个系列，每一件都好好看哦，想要爆色哎。也太多颜色了吧？那我要穿黄色这件。裤子的话，裤子好丑、哦。哎、欸，好像还不错看。配蓝色嘞，哎呦，看起来像老人。那就同个颜色好了，同个颜色看起来还不错。哎呦，这可以送给一些居民呢。每件都好好看哦，像有钱人一样。帽子。这种的话，应该帽子要配扁扁的。这，哎呦，好老气、哦！不要不要，贝雷帽嘞，这样子还不错看。那这种，我原本想说要配这种帽子，可是看起来好像有点老气，是我嘴上衔的那个食物吗？那朵花，这种帽子戴起来就是有点老气，也不晓得为什么，好怪哦。那还是先戴着呗。
超怪的啦，怪老伯，怪叔叔。水上运动鞋，好怂哦，这样子，超怂的啦，怂彪彪。好啦，就怂到底吧，这也是一个风格了。这样帽子会不会太跳痛？好，就这样子吧，有点怂啦，但就穿吧。哦，新造型还不错吧，穿起来真好看。好怪哦，超怪的啦。拜拜。好啦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，明天再继续玩动物森友会吧。那大家记得我每天晚上8点都会做游戏的直播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好多种，说不定卖一卖就有钱可以买那个了。好想要撞球桌、哦。啊，好少钱。买不起，我买不起。再见。